媒传奇，做自己的英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四川卫视峨眉传奇。我们现在在重庆江南体育馆，为您奉上的是峨眉传奇和 Topking 联手打造的一场中泰的对抗赛。现在呢，出场的双方选手，蓝方选手是来自伊朗的雷扎，红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桑马尼，号称百万美金宝贝的泰国现役超级巨星。是的，桑马尼在泰国属于顶级明星选手啊，人气很高。是的，古龙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的名字或许会被起错，但是一个人的绰号永远都不会被起错。所以他这个百万的身家与其比赛的观赏性和进攻的震撼力一定是成正比的。他拥有泰国最高人气比赛的这个票房号召力，可说得上是这个现在泰国炙手可热的一名拳星。是的，哎呦，这个扫踢速度很快啊，整个身体压了上去。桑马尼也跟中国的拳手韩子豪啊打了四局，当时打平了，也是在Topking 呼和浩特战的比赛的时候。但是一场比赛完了之后，韩子豪调整了一个月，调整了一个月才才恢复过来，身受内伤是吧？是的，双方的残暴。桑马尼呢，他这个膝法特别出众。桑马尼这个面相啊也非常的俊朗，比较清秀啊，但是一看就是非常聪明，打拳三一动脑着的一个小伙子。是。那我们看今天他的对手，对手是来自伊朗的这个雷扎。雷扎，对，这个雷扎的拳法啊，输出频率也很高，而且有几拳也清晰的命中了桑马尼。是的，这个出拳的速度很高，而且连贯性很好。是的。但是雷扎目前来看，并不敢跟这个桑马尼进入这个中近距离的对抗。我们看桑马尼刚才连续的几记后手拳啊，打得很准，整个身体压的这个分量也很足，而且打完之后身体马上撤离对手反击的这个范围之内。现在七五是桑马尼的，哎呦，这是一个滑倒，桑马尼不小心的滑倒。桑马尼现在是压制性的进攻啊，在近身的残暴的时候，现在我看桑马尼没有做过多的这个准备和铺垫啊，更多的是后手拳和后扫腿。是的，连续扫踢，重的一个扫踢，这个。之后桑马尼就是后腿扫踢啊，很足啊，这个劲儿。是的，哎呦，前摆，他这个前摆拳像一个弯刀一样划过。是的，近身残暴，这个时候他对手雷扎就显得相对来说有一些被动啊。中远距离论打击来说，漂亮，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杂整。中远距离打击来说，这个桑马尼的动作啊非常凌厉，而且每一次动作都能压对手往后撤啊。是的，近身之后的残暴啊，又没有办法硬。漂亮，连续的扫踢。哎呦，对方接住这个桑马尼的一个扫踢，对。双方现在第二回合，这个频率加快，进入一个电光火石的对拼。哇哦！哎呦，连续扫踢三腿。你看这个桑马尼哈，看起来比较瘦弱，但是他这个爆发力哈非常非常强悍。漂亮，一个近身的肘击。
桑玛尼近身的把位的抢把的时机也很好。哎呦就先双踢了。 对桑玛尼每一次扫踢啊都可以使这个他对手雷扎身体出现很明显的那种倾斜啊。是的，这个雷扎呢确实能挡住桑玛尼这样连续的扫踢和这么尖锐的肘击，真的也是实力不凡。他有着73场获胜的超高的硬核。雷扎有一些似乎有一些坚持不住了，被独苗，就是连续的扫踢踢在他的手臂及肋骨的位置啊。我相信这个时候雷扎的更难受的是他的小臂。是。哇。